先开始先来看是新竹科学园区例行四路迄一搭今仔发生即液体啊氮气外泄的意外现场是一片白茫茫，警消人员用即白烟车来白烟，将即气体吹好散来解除即状况。消防局出动人员前往救援现场，我们立即部署两条水线、六台排烟机进行排烟，现场疑似为氮气凝结产生水蒸气，并未造成危害。消防局指出，今日在七点外，民众发现讲有这气体外泄的状况，啊，消防局那属于同步环保局人到现场进行环境检测，无发现其他危险物质。啊，有那来利用这排烟车这器材通风排烟，这气体大概是今日一早九点半就拢排出去了。